现在很多家庭都觉得小宝宝自己一个人成长实在是太孤单了，就决定养一只小狗来陪伴宝宝，不会让宝宝过于孤单。狗狗也没有辜负人们的期望，它不仅能陪宝宝睡觉，还能陪着宝宝做游戏，看着宝宝不让它受到任何伤害。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，宝宝和狗狗建立了特别深的感情。这不，在前段时间就有很多消息称，一位宝宝亲了一口趴在地上的狗狗，下一秒狗狗的举动太暖心了。这到底是咋回事呢？让我们快点来瞧瞧吧。从视频中我们能看到，这是在宝宝的房间里，宝宝坐在地上，狗狗就趴在旁边一直盯着宝宝，害怕宝宝受到伤害。而在这个时候，宝宝竟然做出了一个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的动作，宝宝慢慢地爬到狗狗的身边，亲了两下狗狗的鼻子。下一秒，狗狗的举动真的是太暖心了，它竟然从地上爬起来，跑到小主人的身边，对着小主人的脸一顿猛亲。狗狗可能是害怕自己太过用力会让小主人不小心倒过去受到伤害，它就用爪子搭在小主人的腿上，不让小主人因为自己的举动倒过去。宝宝看到狗狗这样的举动之后特别开心，在旁边哈哈大笑。父母看到这件事情之后就觉得很温馨，拍摄成视频发到了网上。很多网友看到之后就表示很羡慕，这家人竟然有这么聪明乖巧的狗狗，看来自己以后也要养一只狗狗了。